大家好，我是天然传媒的戴雅，我的 ID 是32600。下面一首一个歌手的情书送给大家，喜欢的话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这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唱歌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。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。又过了十年，我一直在寻找，没有找到心上人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到处都是飞机汽车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现在该如何是好？这世界变化太快了，我没有存款，没有洋房，生活我过得紧张。心爱的姑娘，你不要拒绝我，每天都会把歌给你唱。心爱的姑娘，你一定等着我，我骑车带你去环游世界。心爱的姑娘，你快来我身旁，我的肩膀就是你的依靠。心爱的姑娘，算我没有车房，我也把我的一切都给你。这20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唱歌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。这个心上人爱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。又过了十年，我一直在寻找，没有找到心上人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到处都是飞机汽车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现在该如何是好？这世界变化太快了，我没有存款，也没有洋房，生活我过得紧张。心爱的姑娘，你不要拒绝我，每天都会把歌给你唱。心爱的姑娘，你一定等着我，我骑车带你去环游世界。心爱的姑娘，你快来我身旁，我的肩膀就是你的依靠。心爱的姑娘，算我没有车房，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你。这20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唱歌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。这个心上人爱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。又过了十年，我一直在寻找，没有找到心上人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到处都是飞机汽车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这30多年来，我坚持在唱歌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。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，
感觉明天就会出现。